台湾族群多元，文化多元，在工艺表现方面也呈现了台湾工艺文化多元的特质。台湾工艺研究所为了推介台湾工艺，陆续安排主题性的展览巡回欧美，获得很多国际友人的肯定。那各地的侨胞也对于我们台湾工艺有很深厚的在地的感情，所以到各侨社那边巡回展览的过程当中我们侨界很多都是敬邀友人来参观展览。未来为了推介台湾工艺文化，我们会陆续策划主题性的展览继续在欧美做巡回展览，希望说透过我们展览当中把这一些包括它的特质跟它的文化表现的特质让国际友人更深的理解。